九幽金烈以血为誓，以冷铁为证，聚而三千阴兵，天地人神皆可杀。领主大人，赵处，赵处，这儿来。赵处，老赵呢？老赵，这儿来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镇魂令主赵云兰。咱是谁？再大的事遇到我赵云兰，都不是事儿。贺教书报案，转过来。保境安民是我们的责任。我们特调处会尽一切努力扼杀奸细。全龙城的人民，我们特调处天天守护。光明路四号的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我的人。废话，我的手下我能不着急吗？这大小隐士的领导，这些威胁我不担心，我的人我就一定会帮。特调处理的人，你一个都别想动。你要是敢动，你试试看，以生命为代价的生命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高高在上的坐在那儿，置身事外的批判我们的对与错。职务是，我们办事从来都不考虑成事。我这个人呢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命硬，死不了。我这个人啊，五行缺爱，这个命啊，真。从我接下特调处处长的位置，就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好下场，无非就是死的值不值。赵云兰啊，赵云。什么资格说别人？这个世间呀，山海相逢，巍巍高山延绵不绝，就像是人生啊，负重前行，永无停歇之日。要不然你就叫做沈威。那你这威字是不是也得有深意？来吧，九位。如果有一天我不辞而别，你可别怪我。你只需要知道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。那这是应了那句老话吗？人生何处不相逢？一见到沈教授，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我到底在哪儿见过你呀？你要算是麻烦的话，那最好多多来几趟，好好的翻翻我这一辈子。哎呀，沈威啊，沈威，你说你这么好，要我怎么舍得放手？我们明明在一起经历了什么？我却发现我自己越来越看不清你了。你死了，你觉得我能好吗？你是个人，不是万能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不值得。你要我怎么办？拿，感恩戴德，三跪九叩。你又不是长生不死，我凭什么随随便便欠你一条命啊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谁杀你的？你要他一命。不要！杀我！杀我！这心要山中之德。